大家好，这是 GPD WinMax 的游戏试玩。WinMax 是一台8寸掌上电脑游戏机，配置冰壶 i5 处理器，16G 高频运行内存，512G 固态硬盘。今天测试的是电脑王者荣耀模拟器，用 WinMax 玩的是一个黑铁小学生，用手机对线的是王者大神。你这是随缘性扔吧？哦，这，哇，这是随缘扔战的。哎呦！有！我去，可以了。